喝酒，喝酒，来来来。你今天到哪去了？参加他是喝酒，太无聊了。那是你助理吧？我家备用电源坏了，能帮我看看吗？王栋过五分钟之后来接你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新款包包随便选啊。我会差你那几个包？陈丽，你今天走了，我们十几年的友谊就到此结束了。喂，我跟你绝交啊！没停电。但是备用电源坏了，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，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。程丽对令寻寻是认真的吗？不知道。你们俩天天在一起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那你们在国外那么久，也没见你比我更了解他。听说你辞职了？嗯。为什么这么突然？想过自己的生活。哎，如果喜欢，就直接告诉他。其实我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喜欢，还是珍贵的玩具被人抢走后的失落感。敢把它比作玩具的，也只有你了吧。谢谢你。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打拳的日子，真的特别的美好。你也是我很珍贵的玩具啊。我检查了一下，线路没问题啊。哦。我可以去阁楼看看吗？介意陪我喝两杯吗？你不怕我喝多了又……我会赶你走的。你应该不会再赶我第二次了吧？